各位同志、各位同心，大家早上大家好。早安，困了好无？好伊阿舅，拢无老实啦。恁个换面眠床，我都困啊真好。我呢已经吼困64届呢，我头一暗拢困袂好，恁讲恁困会好？我吼，你转去迄时电话，你转去过来啊？你咪住伫附近迄款哦。我跟你讲哦，这款的寿份，尤其各位的年纪，讲较白的吼，也毋是十几岁啊啦。以即卖年纪来看吼，你即卖来去做学生哦，你一定足艰苦的。讲袂艰苦，迄种骗的啦。啊，尤其你即卖你读的物件吼，是过去毋捌读的。啊，甚至有人，尤其即个囡仔吼，若读迄个现主持中华民国教育吼，尤其是高中啊，做大学所读的吼。奇怪呢，你秘书长你讲的物件，甲课本拢无共款呢，所以这个在咱家的学问哦，上界重要的，你要有头壳，要有脑筋，你想讲，秘书长讲的是对啊，唔对？哦，可比讲，啥呐？秘书长伊讲，台湾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，你一定爱想讲伊的法律到底啥物物件，袂当讲，我即摆徛伫遮，咱大家拢伫遮咧上课，这栋厝就是咱的，敢袂使你讲？袂使的嘛，这普通的常识。所以同款的代志，你爱回想讲，咱徛徛伫台湾，这块土台湾，这块土地就咱台湾人的 ，no。你提爱提所有权和贷款，你才知影讲这块土地你的。所以现准是这个国际法内底啊，你人民无迄个领土的主权，但是即马。这个国际法的内底啊，就创造一个名词，叫做 popular sovereignty， 就人民主权。人民主权啊，选举，你会当选举罢免遐个代志，叫做人民主权。所以人民主权跟领土主权有共无？无共款。其实有真侪代志，你用头脑去甲想，你就会了解讲，现主席咱台湾一直无都脱出去，主要的原因伫倒。美国有一个真大的关系，当时这个美国，佮台湾啊，经过这68年，尤其是马关条约以后啊，这块土地，你想看卖啊？大清的大皇帝将台湾平哦，永久挂予日本天皇，已经交挂呢。1895年4月17日签约，1895年的这个叫做5月7日生效。所以这个七八生效的时阵，甲这个也做6月7日办交割，6月17日日本人、日本天皇真真正正入来台湾，开始管这个土地。这经过历史就是安尼尔。这永久挂号伊，这来了看业讲，迄个时阵国际法就规定讲，殖民地会当挂号人，但是哪里主权的土地，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都袂当挂予人，所以你甲编开所有课本内底的国际法的规定，所以台湾这块土地原来是大清的这个殖民地，所以大清帝国伊有权利，皇帝有权利会当将台湾啊割让予日本天皇，这代志真简单啊，所以咱去读册。过去咱读课本，甲咱读讲哦，大清因为甲午战争失败。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 ，no， 唔对个，是割让给日本天皇这个人，割让给日本，甲割让给日本天皇是无同款的意思。我昨有讲个例予恁听，所以这个土地日本天皇摕到以后，伊就照国际法开始行。你知影吼，北海道本来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。你惊到呢？北海道上那日本天皇的殖民地，因为北海道这个所在啊，所住的民族啊，叫做爱奴族。爱奴族讲的日本话和日本人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日本天皇先将这个北海道给征服。战争法来的啊，无讲建言建书没有，干那两字叫做勘溃，勘溃就是啥？征服，征服用战争的力量。用武力的力量，将迄块啊、迄块土地内底所有人民，予伊臣服，就是予伊归顺伊，
啊，这个战争法来征服。所以征服以后呢，日本天皇开始在迄个所在实施皇民化。什么叫皇民化？因为日本是天皇，甲英国同款是女王。天皇、女王是同款的意思。美国人，这个美国法院在2007年的4月7日判决讲，台湾人无国籍。你这个所在，我要请各位，这讲唔对嘛，无要紧啦吼。日本天皇什么国籍？我你感觉真奇怪呢。日本天皇，那你甲问国籍？日本天皇伊是美国籍的亚洲，伊是日本籍的亚洲，伊是无国籍的亚洲。日本天皇无国籍，喜欢日本天皇，伊唔是日本籍，因为什么叫国籍？人权公约来的，1907年诶，人权公约，1947年的人权公约来的第一条、第二条规定，每一个人生出来一定有一个国籍。第二点，每一个国家未当将一个人的国籍改随意加取消，未使，这国际法有规定。是啊，台湾人无国籍，所以咱这个站，等于是昨日啦吼，9月7日。在美国开迄个记者会开落去，美国的民间的国会啊，就马上回应啊。美国的国会马上公布一个讲，台湾地位啊，还没有决定。国会已经公布呢，伊去甲咱回应咱呢，是啊，咱底下有甲宣誓，即摆咱都在等啥？等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甲国防部回应。所以我伫这个所在正式跟咱大家人讲，3个月以后，台湾民政府会受美国军事政府的委托，开始发行台湾旅行证件。虽然不是护照，因为咱是占领地，占领地未当发护照，干来当发啥旅行证件？这个情形甲啥？甲迄个 Okinawa 就是琉球同款。琉球伫即个做1945年4月7日，去予美军开始占领，了后国共基本上和平条约第三条，琉球交予联合国托管，联合国交予美军托管，开始琉球，美国去伫琉球呢，伫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后，替琉球成立民政府，琉球民政府，对琉球民政府以后呢，美国人就照万国公法。发予琉球的所有的人，你若要去出国的，拢有一本护照，叫做旅行证明书、旅行证件。咱台湾人足可怜的，叫中华民国1949年入来以后啊，伊才不爱走呢，伊是干那占领尔呢，伊是利用美国的这个1945年的9月7日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号，予咱台湾人伊来托管，伊来这个接受日军的投降呢，咱是日本人。伊来接受导航，导航以后啊，照道理来讲，伊爱设立台湾民政府。但是伊当阵伊有设无？听好清楚哦，伊有设。但是伊设什么物件？台湾行政长官公署。伊甲改名，改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。迄当阵中华民国的军政府叫啥名？伊叫做台湾警备总司令部。所以你都你咧读这时阵吼，他别讲读这时阵，我嘛感觉怪怪。你若讲台湾是中国的，你就去当作创一个姓就好啊。实际上唔是姓，用一个台湾行政长官公署。原来迄个战争回来滴，爱到当地占领地，当地老百姓爱帮忙他们，甚至于要他们可以自己成立当地的民政府 （civil government）。civil government 要创啥 ？civil government 就是。秉承军政府的命令来执行民间的事务，咱拢唔知啊。所以说落去呢，中华民国即中国人来台湾啊，开始啊，做个足过分的啦。1949年6月15日，伊讲印新台票1元，甲你讲你遐旧台票摕来换，40000元换我新台票1元，恁敢知影这代志？有的是唔知影啦吼，咱都无经过啦，我都生了有较慢，但是我有读册。你看，
这拢证明呢，这不是假的呢。四万块换伊一块吼，迄是足可怜的呢。所有台湾人的财产拢叫摕到北角空空空啊！你偌好个？我跟你讲，台湾民政府在执政的时阵啊，我要甲换倒转来，咱要发行正台币，一块新台币爱用40万来甲换，安尼好冇？恁讲好，恁有啥物好处？恁的新台币摕40万来，我甲你换一块，你买吗？买不？不过讲好。很简单的嘛，你今天有身份，你就是变成台湾人，你有拿台湾政府的身份证，你就正港的台湾人，所以我们的民政府就宣布说，一块正台币换一块的新台票，只有我们而已，你有拿那张身份证，如果没拿那张身份证，要怎样？我把你当作中国人，我以中国人帮你打扮。但你有说，我现在听到这样，这台湾人头脑马上很好的呢，我的朋友，我来替你换，你赔我一半。你若迄种抓到警察，我先甲你讲哦。你家己偌济钱摕出来换，你较济我就换予你。若中国人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诶，我伫遮宣布拢有算哦，我这拢录影啊，恁伫咱的网顶你拢看会到啊。新台票一定要40万，是安那买新台票40万换咱一块？我甲换倒转来尔呢。若要照迄个利息钱落去算哦。伊新台币一块，甲咱换40000块吼，若要照安尼算，爱车摕你1000万，才有通换一块正台币。所以我甲你讲，若中迄、那个中华民国，中迄、那个迄、那个中国共，迄、那个迄、那個、国民党遐高干啊，若无1000万、2000万来换我一块，我绝对袂放伊煞啦。安尼好冇？大家拢足奇怪哦，为着家己好拢好，拢拢歹受呢。但是我这讲是讲实在，我甲你讲。这是叫做转，这叫做转型正义啦。所以外口你讲，回去讲无要紧啦。讲未听，煞卖介变会记哩。你唔通吼，秘书长讲啊，拢甲人冤家呢，卖你千万唔通冤家。讲未听，卖插伊，伊就无迄个命嘛。所以咱当时，和国民党和中国人用一块的新台票，甲咱换40000块的时阵，台湾人敢有起来讲话？点点呢？迄个拢点点，拢唔敢呢？是安怎？因为1947年2月28日发生啊，所以38年的白色恐怖，什么叫白色恐怖？唔免经过审判，我哩甲你检举讲，这个人是这个叫做共产党，就马上甲抓去，抓去要承认未承认，足简单啦。你若要承认哦，免拍，你若无爱承认哦，拍甲你半死，你要承认无爱承认，台湾人惊拍，那么承认。承认判到这15年，甚至若讲啊，做迄个，即有迄种迄册内底拢有啊，你有讲看？查某囝生较水哩，讲你查某囝爱嫁我，你若无嫁我吼，我甲你讲你是共产党死刑。查某囝绝对嫁伊个。你是台湾人是这种的情形之下，38年白色恐怖。刚才迄个白色恐怖，你甲看迄个记录内底38000几个，卖讲2284，2284偌济？甲即卖侯伯村因老爸要你讲哦，都死无几个人，你看到几个人？1947年2月28日发生，15年以后，1962年，迄当阵的新议会答询的时阵，答询迄个新议员的质询，有人甲问啊？警务处甲问啊，甲问讲哦，到底2月28日死偌济？伊安那回答？迄有记录呢？伊讲日本时代甲咱台湾创啊真好，有迄个户籍成本嘛，有户口诶，但是找无迄个人诶，126000啊。迄阵咱台湾人偌济？600万人，12万6千好，我怎有讲？以靖国神社的39100个，和你算40000的，126000扣掉40000的，还有86000，86000搁一寡迄 homeless， 就是无厝的，迄死去啊无人知迄种，和你扣几千的，所以2月28日上少死几个，7-8万走未去，7-8万有诶是安那，规个家族死的，你知影吼？和你7-8万，600万人，然后6万人死，就是100个死一个，对无？
每一个人的家庭差不多拢有十个人左右啦。所以迄当阵的家庭，然后互你讲六百分之一，啊那六百分之一一个家庭，互你算，迄当阵人较济啦，吼、哦，迄当是阮阿妈生十一个，咱的迄个阿妈差不多拢生足多啦，日本是拢生足多啦。迄当阵家庭呢，真较少，吼、哦，啊但是人口较大较侪。差不多每一家，超一半以上的家家户户，拢有因为228受难的。台湾人太袂犯，但是台湾人有一个足歹的歹处，犯。即摆就心内就咧想讲啊，我就来挖你啊。我变作伊嘛是统治者，即摆即选举就是安尼啊。咱直接有嘴讲到无奈，啊，咱讲的拢甲你讲，哎、欸，你讲的拢对，我讲的拢对，但是你也不爱做。那也不爱做，所以特别讲，伫2006年10月24日去告美国，哎、欸，我算头一个呢。到即马为止嘛，还阁无人去告，敢去告美国呢？我去告的时阵，卖讲我的边啊，我的妈妈80几岁啊，伊都烦恼呢。我咧告美国的时候，我唔敢好知呢。啊，然后伊若知影吼，一定来甲我动。但是呢，我是感觉讲。要解救台湾，你无这个一步无行出，无法度。啊，即马过年以后，2009年，刷入去美国无法度嘛，伊判决5点，我怎有讲嘛？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本土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，本土台湾人生活是政治的联合，承认美国军事政府还佫占领台湾，美国行政团爱来帮忙台湾人，所以因伫2010年，诶，即个7月7日。派人来甲咱讲，安尼啦，甲你帮忙，互你伫美国的华盛顿地区设办公室。迄、那个办公室到今日还阁伫咧，已经3年啊。9月7日，哈、哦，2010年9月7日，互咱伫华盛顿地区办一个酒会，就是即、這个迄当阵的酒会办的。迄当阵主持人是 CNN 的主播，啊，即边是 ABC 的主播，十波的白人。迄边是黑人，迄水水啊，迄个哇，伫上界岛边迄个。台湾人，咱经过这物件，台湾人甚至知影，还佫讲还假。啊，若假，伫咱台北个时间长啊，咱佫办一遍酒会，即摆就10万人去你看呢，去帮你，咱实况转播啊，拢袂假先啊。啊，所以即马开始。你也看，为后期开始训练，就已经开始足多的。台湾人就是安尼啊，要眼见为凭，但是眼见不一为凭。你捌看过魔术无？迄魔术是真个假手，是假假手。你拢知影迄假啊？啊，但是呢，你看的时阵，内心内你拢感觉是真个啊。啊，即嘛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啊。中华民国是假，大家拢敢相信？谁敢相信？因为家己的利益。啊，我若无中华民国国籍，我就逃去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真正正式宣布，3个月以后，咱会发行由美国军事政府主持的台湾民政府的旅行证件。那边旅行证件等同美国护照，全世界国家你拢会当去，拢免签证。美国护照若爱签证，你就爱签证。啊，每一个所在的美国的啊，做大使馆，就是咱。咱会当去寻求他的支持。啊，那迄个时阵，3个月以后，我请问，要搁摕中华民国护照，请你举手。啊，那要摕咱的旅行证件，请你举手。那、你拢真巧嘛？啊，安有巧有巧有无？但是台湾人巧就拢巧伫遮啦。卖讲3个月以后啦，我相信啊，咱这个长迄、个也做9月7日。9月7日，订一个联合报有无？伊恁今朝你看联合报啊，我知影。啊，联合报一个订嘞，你知影迄天哦，咱的网站啊，加几人去你看？3万个。但是卡电话10几通尔，说台湾人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啥？知影拢歪讲，拢足暗多的，偷偷卡电话。要受训，免哪受训？咱。有正式宣布，你就是共产党要来受训可以，
国民党受训可以，什么党来受训都可以。所以你看，真正受训的，后摆国民党会比现主席的台，这个做台独的较济。哎，台独的头壳已经灌入去，灌入去内底讲，台湾一定要独立。你拢无想讲，这个土地上的，敢那秘书去领导大，大一个久，甲你讲，这土地我做领导，我都做足久啊。按照自然的演变，应该是上歪的，你明白无？你绝对无歪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是讲领导了较大间，互较侪人去住。你干那一个人，啊，伊叫五六个人去啊住，住五六个讲来公投，我们来公投，公资金属上的，你明白无？绝对无歪嘛，你爷就是你爷嘛，啊，台湾人即马就是安尼啊。咱一个大故讲嗯诶，啊，台湾为什么不能公投？因为台湾这块土地主权不是你，是日本天皇有头家啦。当时这块土地有带两种人，一种是咱本土台湾人，另外一种就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，有真足清楚的嘛。所以美国讲的话，伊拢白甲伊讲理由的啦。你不可以怎么样？你不可以，你不可以台独，你不可以加入联合国，你不可以加入什么那个国际组织，从来没有告诉你原因呢。啊，这原因就是啥？你家己爱去想啊。咱好家再有去研究，所以咱即摆想想诶，哦，咱就爱安尼。即摆美国讲好啊，恁即摆愈来愈清楚啊。台湾交予你，交予恁。美国甲我问讲，啊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我讲啊，我来就准备，我安尼就好啊。No！啊，那即摆咧交予你啊，免偌久你宣布讲台湾要独立吧。所以，以美国伊个利益来讲，伊是伊个占领体嘛。你个总统就是条，你若无美国个贺电，无总统贺电，你就不能当选，而且你不能去就职。这是啥呐？中华民国个总统五二十要就职以前，你若无美国总统个贺电，歹势，你不能就职。美国总统没有批准，啊，那免苏联批准。不用日本批准，因为伊个占领地嘛，美国的占领地嘛，所以就是有这个范例，非常清楚。所以咱过了，咱甲美国讲，我去做中华民国兵是不对的，因为做兵就是效忠。中华民国是我台湾人的敌人，你我为什么要去效忠他？我来去对伊做兵，不对的。所以呢，有真侪因素，会累积下来。所以美国有甲恁讲，咱伫遮咧受训，那初级班毕业的时阵啊，尤其是明仔，啊明仔，即个也做七点半的时阵啊，每一位美国政府送各位一面美国国旗，大面的啦，啊即、這个大面的送予你以后，希望你会当甲挂起来，但是伊特别交代，未使用德国，因为你台湾人足爱用德国的。啊，美国人吼，伊唔知影，伊讲吼，奇怪，恁台湾拢去倒菜刀咧，啊，那菜刀甲我美国国旗挂做伙是不可以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旗啊，美国旗送给你，啊，你也甲挂，啊，你若挂，时间一个久，迄、那个旗啊，安那会垃圾的，对不对？唔敢挂嘛，啊是风甲你扇歹，免烦恼，歹去，啊是垃圾去，摕倒来换，一支换一支新的，安尼好唔？好唔？好嘛吼。啊，这安那，你我都换，你一年换嘛，啊、哦，到即马为止，我看这两年半啦，吼、哦，两年半内底啊，这上届厉害，才换三摆去啊。啊，你有当吼，放甲你信信的啊，出一粒啊，袂要紧。美国人足相信的啦，你都讲我都都迄个靠信，迄空放甲信派，啊，我出一粒啊，会使，马上换好你。所以呢，伫明仔载咱会，你若无时间的吼，啊，我拜托的，我这无你赚你的钱吼。你会当来买旗杆，迄旗杆就迄有老鹰迄条，迄、那个咱这有老鹰哦，迄、那个有历史记录的哈。迄位迄个叫做啊做啥？迄、那个老鹰的时候，为罗马时代啊开始流传下来，你伫所在拢找无啊。所以有的学员吼啊，冬季吼啊买回去吼，拢足兴奋，拢挂起来啊挂起来，伊家有一个足趣味吼，可袂伊个逐工甲讲吼，我逐工拢暗时起来甲看，讲遐个伫咧无？啊有一工吼。但是看讲啊，无去啊，我暗飞去的款，老鹰飞去啊。啊，歹势，你若敢若老鹰飞去吼，你若要转来，我无多送你，吼。啊，你若敢若迄老鹰头是100块，迄是咱的学员
去甲迄个音、迄个卡片，吼、哦、啊做甲真好，甲迄个原版啊一模一样。啊，当时这个所在嘿，我甲各位讲，啊你敢那美国国旗，啊咱台湾民政会旗啊，啊比如美国美马尼买一摆，啊你日本你买挂咱台湾的旗啊，敢毋是？爱不？爱啦，对不对？安尼啦吼。台湾的旗啊，我是无多送你啦，咱台湾民政会无钱，足清楚的，也无甲你无款。啊，所以台湾民政啊，我是安尼想啦。你买一支旗杆吼，旗杆是400块，啊含迄个旗啊，旗啊等于半送你啦。安尼500块免走啦。你卖讲吼，100块迄个咱的迄个啊，这陈小姐吼，买书找迄个伊叫阿娇啦吼，伊是义工呢，为咱的头一天到即马吼，带伊带你台中哦，家己坐车、坐高铁，还是坐迄个通联的，讲安尼较俗。家己来义工来去卖咱这个册，咱所有的人伫遮里甲你服务诶，真正拢是义工，包括我在内，拢是义工呢。咱无薪水诶，咱是咧拼一个代志，互咱台湾人会当来管咱家己，安尼尔尔啦。希望咱的后代卖阁向中国人统治，卖变做共产党就好啦。美国甲我交代真清楚。Roger， 我叫 Roger。你只要台湾以后不要变成共产国家就可以了。恁台湾人后摆要家己安怎管恁的代志，你家己去训练恁要管的人。所以后礼拜就高级班啦。我嘛希望讲你若有时间爱来，爱来上高级班的内容，甲这个是无啥共款。所以呢，尤其是后礼拜恁若回来的时吼，这边伫美国开的起来做记者会吼，恁来问遐。回来32个同志、哦啊、到底、啊、做在美国开的记者会跟酒会开了怎样，情形是怎样，你都会让知道。但是你如果要参加后礼拜国际班，你要先报名，不然没有事，这样坐满、哦、就不会再聊。怎么说呢，我们有一次、哦、报名300个，事先没报名，我不知道那么多人，啪一下那天300个，怎么样，那就用视讯直接在上课啊，咱后边搁一个教室，啊，就去后边按视讯。迄暗啊，美国电话就来啊 ，No， 无准算。我会稍等嘞，你无讲呢？为后期开始才无准算，所以迄摆呢有准算。啊，但是以后吼，伊甲你控制加按150个，坐满歹势，你都要去变后期啊。啊，但是咱即马是为咱的记者会开了。咱每两期的初级班，就后壁一期的高级班。恁的头前迄期的啊，做啊初级班吼，有90个人。啊，那恁这期吼，差不多50几个啦。哎呦，小块超，啊，佫有一挂新的吼，拍者一箱就要先上高级班，啊，才来补迄个初级班啊。所以你若要上课的，你可能爱先登记，吼，先甲各位讲一下。过来就是，咱现准是到年底，这个以台湾民政会团体活动一个人。一项就是啥，要去甲日本天皇祝寿，伊80岁生日，12月23。啊，过来，咱每年拢去靖国神社去甲39100个台湾的英灵去甲拜，哈、哦，唔是拜啦，迄、那个有诶基督教讲，啊，阮都基督教未使拜，唔是拜啦，伊是用迄个做新教式的哈，局长啦，哈、哦，迄、那個、派出所的局长哈，阿经理，哈，阿嘛免叫你跪。因为有的人是讲啊，我干那做爱祖先，我才买贵尔啊。因为教迄个做基督教关系，迄基督教我那无差，也当参加哈、哦。啊，这是这个做今日呢，在这个上课以前啊，我含跟咱各位哦，简单讲，当然我讲未完，因为要讲的代志足多啦。啊，所以明仔在7:30啊，我甲含各位哈，哎，阁继续啊上课，继续讲这代志。啊，稍等的呢是咱的郭牧师啊，要来讲台湾的历史。啊，2点钟久，啊，这个希望呢，因为你过去读的历史，和咱自家你读的历史不一样，咱读的历史是正正刚刚台湾的历史，所以我常在讲，我希望各位，因为你即摆有人上课，有人会甲你笑啥，啊，你爱做官啦，所以才会去啦，无唔对，你也甲讲，我就是要做官。台湾人若无你来帮忙，咱的后代永永远远会变做奴隶，所以我甲帮各位拜托，你一定爱做官。大大小小拢不要紧，中华民国的学历，你读到博士无准算，你读的历史拢唔对，是要准算啥？
所以咱迄个时候，你免烦恼讲，我都无学历，你无学历，我较爱为头的读较历史正确，思想正确，都对啊。咱要爱是这种的，热心为大家人，啊，就对啊。咱后摆公务人员薪水绝对要给你三倍，但是你袂当贪污，那贪污绝对枪杀。我先跟你讲，这足清楚的，哈、哦，贪污就是枪毙。你们讲贪污就是枪毙，真简单呢，时间哦。白花花的银子，看你的面头啊，你会戆去呢？当然，咱这摆就好了。咱这摆，这个叫做四月二五，有一挂叛军呐、啊，就向钱买去啊，三十万、七十万都倒啊。哎、欸，我给你三十万，你出来电视吼、哦，啊骂迄个秘书长，骂两届就好，我给你三十万。真正呢，看可怜哦，三十万呐、啊，啊较关键的七十万呐、啊，七十万就倒。你卖讲后摆你贪污的时阵，等七百万、七千万，真侪人伫起我的面头前拢倒了。所以你唔通继续讲哦，你即马意志真好，袂我绝对袂贪污，歹讲啦，死搞你就知啦。七百万等，哎、欸，去挣台币七百万呢？挣台币七百万呢？喂，迄当七百万来，伊即马来算吼，等于偌济？四十，哦，两亿。八千万呢、啊，七乘以四十嘛，四十万呢、啊，对吧？两亿八千万，你心袂叮当，歹讲啦，时间超过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休十分钟，可以休十分钟再来上课啦，好不好？歹势，好，八点十分上课，谢谢。